你好，您为做什么？我们想搬去中国，但是我们没有钱。我也搬去中国。我们可以做店员。 是一箱蓝色的鞋子，这个是椅子女士的鞋子。我有一双同颜色鞋子，你试试。不行了，我想买裤子，有没有裤子？ 想买裤子。我没有裤子。我有裙子。好看。好不好看？不好了。让我试试。我想卖给你们猫。 很可爱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可爱。很可爱。好了，我们好可以去中国玩，耶！